今天你们问我革命所谓何事，I want a change. I want a revolution. 经过革命的打击，只有一个人抗，费一仙。让他立即赶赴武昌领导革命。华侨乃革命之母，你们的孩子为你们死了。